嘿，要是你喜欢这段影片，展现你的爱，来按个赞，也别忘了订阅哦。等一下，别关掉，我知道你需要什么，相信我，一下子就好了。这里就这个，跟你刚刚看的影片话题完全不同，但我100%肯定你会喜欢。什么？来啦，看嘛，看吧，就跟你说这个很赞。现在这个给我，我给你看看其他的。这里，看这个，然后帮我按赞并点订阅。我喜欢你的热情，我有好多要给你看。这里另外有一段超萌的猫咪影片，这个长度有36分钟，所以坐舒服点。我就站在这里等。哦哦，好吗？我会等你起床。哎，你这个小笨猫。这是广告。嘿，这样影片回来你就啥也听不到了。请进，来嘛，别害羞，大家都是朋友。那么，年轻人，你需要什么？我想要当影片部落客，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那块料。嘿，你已经做啦，你来我这，我肯定会帮你开始。这里，看这个影片，上面会引导你前几个步骤，然后我会把你最好的影片推荐给几百万人，好吗？去吧，去做出你的手烘，我相信你。下一位。哦嘿，你最近已经做得很棒了，是吧？对，这都要感谢你。我有好多影片被推荐，我终于有10万订阅了。我知啊，是吧？这是因为你很棒，完全值得这个银牌。哦，非常感谢你，已经开始期待我的金牌了，哈哈。你知道那个呢？很可惜，我得要停止像以前那么推荐你了。啊？为何？因为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不能给你那么多关注，你得要更努力，我才能推荐你的影片。你的订阅越多，就会越难得到。哦，好，我想我可以应付。还有什么我需要知道的吗？有，你现在开始会更常被去收益化，因为我比较会盯着你。你基本上就是说我可以自己来，但你会盯着我。你知道这没道理吗？我知道，可是事情就是这样，抱歉，没办法，规定。你知道吗？你没错，我可以自己来。下一位。嘿，怎么样，混得好吗？嗨，各位，我想你们是要来要钻石牌的。正是，伙计，1000万订阅，不开玩笑的。来，你们应得的。耶，谢啦，伙计。出去吧。哈？我说出去。记得哦，你们的每一步我都看着，要是乱来，我就把广告从你们所有影片移走。最好继续做合家观赏的，才不会被踹。走吧，我很忙。下一位。哦，你终于来了，先生，来，请坐。不用。好，请问有何贵干？啊，抱歉，我忘记放进推荐，马上就做，你等着看。没问题，弄好了。
我怎么会忘记推荐那个影片呢？我需要休息一下。你可能也会喜欢调味匠人黑酱，只要告诉我你是不是要现在观赏。也许这个比较是你的菜，马铃关节阎王的巫师。那还是这个比尔史卡卡的趣味小丑戏剧课。等等，这哪里有关啊？所以你有兴趣，好，那就开始看吧。然后我会给你一大堆跟这个没关系的精彩影片，我可以这样哦，你了了吧？对，我完全知道。不，我没兴趣，我只是问扮演小丑跟这段影片到底哪里有关系。你现在给我出去。我今天要让你看看如何变壮，只要去收一画，去穿上衣服。我们今天要学怎么缝小背心，那么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针穿过这里哦。去收一画，画面不能有暴力。哦，小爪爪，我好爱你哟。去收一画，不能虐待动物。去收一画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哦，你没有啊，抱歉，这有点误会，不过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嗯，我还是走好了，抱歉，那个画布。别做梦了，兄弟，你的影片被删除了。为什么？那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啊。因为那个侵犯著作权，可是是我自己拍的，在我手机上，这里没办法，兄弟，你用的影片属于别人，就会教训你别去偷别人的资产。门把在那边，你这个嘴巴放干净点，年轻人，还好我还在这里，把你的脏话逼掉。我只是说，你该学着用。那就当作是预防性措施吧。